潮湿腐烂的霉菌房，目前我看到条件最差的一套房子，是因为潮湿情况下细菌性感染。两个不满六岁的孩子，一家四口蜗居的十九平拥挤小空间，大人住着都很难受，别说是小孩子了。设计师如何拯救这个阻碍孩子成长的房子？全能宅急便，变！哇！全能宅急便每周二21:40，敬请期待。本节目由齐家网独家冠名，品质装修就上齐家网。